63岁资深女演员陈冲推出了自传性散文作品《猫鱼》，她将自己整个家族的故事都呈现在大家眼前。她生于医学世家，现任丈夫也是美国的心脏科医生。外界只知道陈冲在美国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，第二次结婚才找到真命天子，不知道原来她初恋爱上渣男，曾在学校遭受校医的性侵犯。陈冲的第一段婚姻就像一出闹剧，他与健身教练柳青仅见过三面就结婚了，起初只是为了获得居留权。然而这段草率的婚姻却给陈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柳青性格暴躁多疑，经常对陈冲大发雷霆。在北京拍摄《末代皇帝》时，柳青的嫉妒达到了顶点，甚至对陈冲实施了暴力。1992年，陈冲与彼得结婚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他们育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许文婷毕业于哈佛大学，小女儿许文山则继承了母亲的演艺基因。